早早早，早早啊，早阿咪，早阿咪，早，阿咪要乱跑了。哎，咪宝，你干嘛？好，走。请问一下，雷射超人传奇你觉得好不好玩呢？好玩。好玩哦。嗯。是两个人好玩还是一个人好玩？两个人。两个人比较好玩，对不对？因为两个人可以踢足球，又可以合作一起打败超人他。
像刚刚我跟那个 Aiden 在玩这个游戏啊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是一个可以团队合作游戏，也是一个吵架游戏。为什么会有吵架游戏？两个人如果没有好好的做的话，就会一直死。所以这个游戏必须要是两个人可以好好合作一起，大概比较容易过关。如果你们没有一起合作的话，就比较不好过。那这游戏在设计上还蛮有巧思的，就是有些关卡是需要很速度感。关卡是需要比较动脑筋的，你要慢慢过，要动脑筋，然后它也有点像马里奥游戏，就是横向卷轴嘛，就像马里奥游戏《音速小子》的横向卷轴游戏一样，但是它还多了一些就是漂浮、飞行，然后还有射击，都会融合在里面，所以这游戏算是蛮多元的，也很推荐大家就是可以亲子一起玩，还不错。然后 Aiden 都很喜欢玩里面的足球啊，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玩足球的那个游戏画面，命宝在旁边也是玩得很开心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频道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你要说订阅，看着他。耶耶耶耶耶耶！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